Twice 公开了九张个人预告形象，打造回归热潮。计划于11月5日发第六张迷你专辑 Yes or Yes 和同名主打曲回归的 Twice 近日公开了新专辑曲目以及各种预告形象，让粉丝们疯狂不已，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。 JYP 娱乐公司于28日零时在 JYP 和 Twice 的各种社交平台上添加了新曲 Yes or Yes的九种个人预告形象。该预告中的九位成员们在 Top Top 女团中展现出各具特色的打扮妆容，吸引了广大粉丝的眼球。九位成员都别具一格，以及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，让粉丝们不禁对新歌 Yes or Yes 的充满了期待。